山。对呀、啊。锤声，锤声就是那个锤子，有没有在锤东西的锤，多么响亮！看我们的工作多么紧张。我脚趾头痛了。他那个木头，他不是把那个围起来吗？围成那个像。对啊。
哎呀，下来了。敌人家过，让他过。爸爸，因为你今天他不是看到一个他一样。你到阿弥了，你到阿弥了。在这边我公斤的时候。
安哥已经不是爱爱吃了。好嘞，就这么。不是，都是这样的，你看。
锅的。那我们都是把它做的对的。回去的时候我们就走马路了，因为回去的时候五六点要走，然后我们刚刚走去看到他。觉得他想很远。好啦，快点！好啦，来，抱。啊，即摆是花园啊，我甲你讲，迄是。我是小朵，我是。Thank you.
他在外面干什么？你还自己做？那装嘛，这直接很臭。我
定会去装潢他的车子，装饰他的车子。你要想要灌洗
没有，这里应该是要练好的。随意走了，因为你们要行随便可以。
还能走回去吗？我们走另外一边。后面再聊。哇，好好哟，你把它行了好。超过。你把退学的，你叫修蛋姐蛋姐啊。没有关。有啊，你瀑布这样子进也进去啊，所以我就进跑到这里。到他这里脚就下去了。哎，先到他走了，反正加车那种。走到他前面，那你走到他后面，你就拽住他了。哦。他就拼命拉着我，然后就帮我。
Bye.